当你呢里面是白的，外面是黑的，已经完成了，麻烦你到我们的色板当中点一下下面这个按钮，这个左边算过来第一个就对了。点下去之后呢，同学，我们的虚线跑出来，有没有看到选举区出来了？哦，注意哦，选举区一旦出来了，我们这个地方啊就可以关掉了。哦，上面的 RGB 先打开。哦，我们这个色板可以关掉了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头发？哦，那么呢就围绕在我们头发外围。好，所以记得等一下呢，各位在做的时候，哦，一开始先按这个点下去，当它变选举区了 ，OK，RGB 打开，哦，我们这个蓝色的这个把它关掉，哦，让它保持选举区的状态，啊，记得最后我们回到图层。因为去背就是图层的工作，去背就回归到图层，哦，选到这个 copy 出来的，我们就可以做去背的动作，哦，这样子我们的法师就去背好了，哦，来交给各位，哦，那么法师去背的原理，法师去背的方法很多，哦，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而已，哦。好，不影响各位下课，哦，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法师去背的动作，下次上课来我们呢会从里面再选一个，哦，稍微复杂一点的，我们再做一次法师去背的动作，哦，这样的话呢而后你就可以自拍你自己的头像脸像，然后呢做法师去背之后变成贴图，哦，太好了。好，来，那我们下课了，哦，各位呢就可以存档以后，哦，就可以下课了哈。那各位贴图呢，我们下次上课啊，我们就把尺寸给各位，你就可以开始呢来画，哦，啊，你可以先想一下你要用什么做主题哈。那我们先设计好之后再来。可以啊，你先想好你要画什么，下次我尺寸给你，你就可以开始画了哈。拜拜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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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拜拜。颜色就变了。颜色什么颜色？你去调，你怎么去调到它了呢？你去动到它了啦。所以我刚刚讲说你千万不要动到你的色板啊，你可能去动到，来我看一下你的，哦，你看哦，我都打开了，这是原始的颜色啊，所以呢你的色板你看只有这个才是正常的，你这个颜色你给它动到那没关系，来我教你怎么做，来 Ctrl 按住，啊，你把这个图层关掉，拜拜，眼睛关掉没关系，来 copy，你回到色板，点到它这块，点到它，要点它，再重新按一次，哦，又出来了，哦，来，打开哈，哦，这个关掉，你要关掉，来回到图层，哦，选到它了哈，哦，来做去背，好了，阿姨，背景关掉，好，拜拜，就去背了，拜拜，这样了解了哈，哦，你的那个失败的眼睛都关起来。回到色板重新建立它的选举区就可以了，哦，所以色板好像这个选举区的储银行一样，需要点它设那个选举区就跑出来了，哦，下次那个记得跟我要，哦，随便点啊，谢谢。我知道这边捡到的，哦，啊，我这边捡到的，什么东西捡到？学问点没有了，二零二零了啊！我逛，哎，欸，可是我不见得，我不晓得我们家能不能逛得起来，我试着逛逛看，可以吗？啊，试着逛逛看哈。啊，好久没有用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好久没有用 Sunny Mess 了，拜拜。所以你说，里长可以在活动中心办课程？这个要我可以帮你，好，他基本上外面他那个。这个费用哪里来？跟公部门合作。
个朋友，他就叫黄伟成，拜拜。我每次不找你，市长太烂了，太烂了都骂他，哦，他就很冤枉。好，谢谢你。扣下啊，他还没有扣哦。你那个好，那已经清出来了吗？好，那我在那你回去要自己逛逛看哦。以往这个是免安装版，现在要自己逛逛看哦。哈、哦，我扣给你，按一下记得跟我讨。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是社区学电脑。对对对，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得见，对，如果我们这一里的里长合作，那是不是利用我们得见的设备，他就可以开电脑班了？可是问题他要有经费啊。他要有经费给我们得见啊，要不然他开的话，让这里的李明可以来这边学。问题是经费要从哪里来？这个里长要去哪里申请经费？对啊，如果没有地方申请经费，他哪敢开啊？以为要用家己要开家己的钱，无可能啊。对啊，哦，所以呢，我有在看别人在活动中心办一些讲座，办一些才艺教学，那、啊、他们的钱是哪里来？通常没有，通常有些是像我知道德光明，像我们跟德光明的话，就是那个里长，你的福中旺会旁边。哦，吴志荣。小柳那个小柳的那个，然后他们的活动中心就做得非常的，就上面可上上哦，还几个啦。我不会这样。对啊。如果你说跟公部门有那么多经费吗？公部门没钱，公部门了不起，等一下还。好，拜拜。我没开门。你想也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在想，哦，有好像有人都办得很精彩，就你讲，你讲，有人都两季戏，从来没在办。有时候你要看里长的属性，有些里长他很活泼，要办还是他有企图心？因为有些不太爱办，因为有时候你跟公部门请款，哎，中间呢你跟他办讲座、办活动，公部门请款，他们做的车。像我举个例子，像我最近办那个来租嘛，就是办。嘿嘿嘿，来租那个。来租，你办那个来租奖，岂不是摆明了？